今日是基督受难日，让我们感恩，让我们能够即使不能够去到教会，都可以透过网上向为我们受难钉死的主基督献上我们的敬拜。特别在今日，当整个世界都被这个新冠肺炎呢是受苦受难的时候，让我们真的能够进入今天的敬拜里面，以致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祂可以为我们背起了所有我们所受的苦，所有的灾难，让我们去敬拜祂。今天呢有很多的启应，我会读启那段，请大家是读应的。主基督，我们崇拜你，赞美你，你道成人身，经历苦难，背十字架，救赎普世。我们一起读受难日的祝文，我们一起祈祷。全能的上帝，我们祈求你恩慈地看顾你的大家庭，为着这个家庭，主耶稣基督甘心被卖，交在罪人手中，在十字架上受苦。如今他与圣父、圣灵一同永生，一同掌权，永为一上帝，世世无尽。阿门。让我们藉着唱来看他，我们进入到主耶稣在昔日为我们受苦受难钉死的景象里面，我们献上我们的敬拜，对我们爱我们的主。来看他，来看他，看耶稣为爱受难，看他身穿紫布荆冠戴头上，看兵丁凌辱他，看他屈身背十架，看他孤单独步加勒山路上，来屈膝他作证，神震怒与恩典，回城爱的恩，全世人间罪意。你当接受思想，罪愿归他身上，慈爱葬伤苦喊，父亲赦免。我敬拜，我心敬拜耶稣为杀羔羊，来痛哭，来惧哀，你最先将他刺透，愿被荆棘刺和钉伤更难受。傲与贪，恨与羞，人世间一切罪孽，人所当得刑罚都归他承受，来屈膝他作践，神震怒于恩典，回城爱的恩，全世人间罪孽。当悉心思想，罪愿归他身上，慈爱创伤苦难，父
亲舍面，我敬拜，我心敬拜耶稣。从天降人间，令人归天父之怀，你洞悉一切我今所敬跪拜，你丧生是永生，你的爱相似喜乐，你复活大能提升我进荣耀，来屈膝他足前，神震怒与恩典。会成爱的恩串，世人跟随意。你当悉心思想，罪愿归他身上，慈爱创伤苦含父亲赦免。我敬拜，我心敬拜耶稣被杀羔羊。十架道路第一站，审判。马福音十五章一到十五节。一到早晨，祭司长和长老、文士、全公会的人大家商议，就把耶稣捆绑解去，交给比拉多。比拉多问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么？耶稣回答说：你说的是。祭司长告他许多的事，比拉多又问他说：你看他们告你这么多的事，你什么都不回答么？耶稣仍不回答，以致比拉多觉得稀奇。每逢这节期，巡抚照众人所求的释放一个囚犯给他们。有一个人名叫巴拉巴，和作乱的人一同捆绑，他们作乱的时候曾杀过人。众人上去求巡抚照常例给他们办。比拉多说：你们要我释放犹太人的王给你们么？他原晓得祭司长是因为嫉妒才把耶稣解了来，只是祭司长挑唆众人，宁可释放巴拉巴给他们。比拉多又说：那么让你们所称为犹太人的王，我怎么办他呢？他们又喊着说：把他钉十字架。比拉多说：为什么呢？他做了什么恶事呢？他们被极力的喊着说：把他钉十字架。比拉多要叫众人喜悦，就释放巴拉巴给他们，将耶稣鞭打了，交给人钉十字架。我们在默想里面，我们思想到我们亦在审判耶稣死罪的人群里面，我们同样高呼把他钉十字架，但耶稣竟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耶稣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叫人得生命且得的更丰盛。为了爱他亲临世界，为了爱他的身被钉在十字架上。让我们一起启应主怜悯我们，赦免我们。
领我们远离罪恶，让我们认识你，敬慕你，因你的爱使我们得生命改变。天父为你的恩慈怜悯我们，让我们有爱。十架道路二戏弄。马福音十五章十六到二十节，兵丁把耶稣带进衙门院里，叫齐了全营的兵，他们给他穿上紫袍，又用荆棘编作冠冕给他戴上，就庆贺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又拿一根苇子打他的头，吐唾沫在他脸上，屈膝拜他。戏弄完了，就给他脱了紫袍，仍穿上他自己的衣服，带他出去，要钉十字架。让我们默想，耶稣任凭人鞭打、戏弄，一件紫色的袍，一顶荆棘做的冠冕，多少的苦楚在心头，但他忍受一切的苦楚，因为他知道人的侮辱不能够伤害他，十字架不能够使他受羞辱，这个是他的使命，他勇敢地忍受一切。我们同启认，主每次痛苦困难来临的时候，我们只会问是谁的错误，我们常常埋怨，我们时常推卸责任。亲爱的天父，宽恕我们，帮助我们在面对挑战的时候，能够时守和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主，凡事都能作的信念，来奔跑人生的道路。天父为你的恩慈怜悯我们，让我们有爱。十架道路三副驾。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二到四节，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佳形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上帝击打苦待了。我的默想是耶稣肩负上帝为他选择的十字架，他甘心担负了我们所当受的痛苦。朋友啊，你的十字架亦是天父为你选择的，放心啦，天父绝不会给你担负你能力以外所能够担负的。我们一起启认，我们常常只是见到自己的担子，我们以为他比其他人的担子都要沉重，我们忽视别人的痛苦，也看不见那沉重压在背上的十字架。我们自我中心，怕吃亏，不愿意爱护他人，好像你爱护我们一样。天父为你的恩慈怜悯我们，让我们有爱。十架道路代父。马福音十五章二十一节，有一个古利奈人西门，就是亚历山大和老夫的父亲，从乡下来经过那地方，他们就勉强他同去，好背着耶稣的十字架。我们的默想是耶稣开始乏力了，他脚步一步比一步的缓慢，他不能够再独自肩负这个沉重的十字架，士兵就强迫西门帮助他。朋友，这位西门就是你了，无数弱小的人
在那裡等待，在那裡呼喊，他們需要別人的援手。每一次當你減輕別人的負擔的時候，就是親手托起那個壓在耶穌肩上的十字架。我們一起啟應天父，感謝你，你接納一個平凡膽怯的人來幫助你。求天父幫助，使我們了解沒人在世為己而生，叫我們彼此相愛。什麼時候我們只於說出自己的需要，求主幫助，除去我們的驕傲，使我們樂於接受別人的幫忙。什麼時候我們在遲疑，不願意分擔別人的困難，求你賜以力量，使我們樂意去為他人服務。天父為你的恩慈憐憫我們，讓我們有愛。十架道路第五站，傷痛。路加福音23:27-28，有許多百姓跟隨耶穌，內中有好些婦女，婦女們為他號啕痛哭。耶穌轉身對他們說：耶路撒冷的女子，不要為我哭，當為自己和自己的兒女哭。我們的默想是耶穌是多麼渴望招聚耶路撒冷的子女，好像母雞招聚他的小雞一樣，但是他們都一一拒絕。耶穌曾經為耶路撒冷哀哭，現在這些婦女為耶穌痛哭，但耶穌在他身受痛苦死亡的時候仍然去安慰他人。朋友，你又如何呢？讓我們一同啟應。我們許多時候在苦難來臨的時候跌倒犯罪，我們不關顧別人，也不能堅持自己的意向。幫助我們堅定不移的愛主愛人，在嘲笑痛苦中仍然不忘記住，不畏縮，勇敢去服務去愛。天父為你的恩慈憐憫我們，讓我們也愛。十架道路第六站，聖衣。約翰福音19:19-23-24。比拉多又用牌子寫了一個名號，安在十字架上，寫的是猶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穌。23，兵丁既然將耶穌釘在十字架上，就拿他的衣服分為四份，每兵一份，又拿他的裏衣。這件裏衣原來沒有縫兒，是上下一片織成的。他們就彼此說：我們不要撕開，只要尖扣，看誰得著。這要應驗經上的話說：他們分了我的外衣，為我的裏衣尖扣。兵丁果然作了這事。我們的默想是：朋友，請你看下世上最可憐的君王，在上帝創造的萬物之前被釘十字架，一無所有。然而誰比耶穌更加富有？同樣，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其他一切都要加給你。我一起的啟應：人子來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且要舍命作了多人的贖價。主，你成了罪犯受罰，但犯罪的是我們。我們追求的似物質把你掩蓋了，以致看不見你。社會有許多殘弱者急待我們的援手，許多人沒有一個合理的生活環境，得不到別人的關懷，失去了你所賦予人類的尊嚴。天父，我們願意放棄損人利己的機會，真正去體恤別人的苦楚，彼此以兄弟姊妹看待。天父為你的恩慈憐憫我們，讓我們也愛。
十架道路第七站受母。马太福音27:39-40，从那里经过的人讥诮他，摇着头说：你这拆毁圣殿三日又建造起来的，可以救自己吧？你如果是上帝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我们的默想是，耶稣爱这些人，或老或少，或男或女，祭司长、文士长老，他都深爱，但他们竟然用这些辱骂这个为他们鞠躬尽瘁的主。耶稣却依然宽恕和等待，关怀世上所有的人。我一起启应，道在世上，上帝藉着他创造世界，而世人竟不认识他，他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却不接受他。然而那些接受他、相信他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恩典，作上帝的儿女。主，我们深信你与我们同在，求你帮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在人群里，在大自然中，在理性的追求里，体验你的存在，你的爱，并且让我们透过对别人的关怀及爱心去接近你。天父为你的恩慈怜悯我们，让我们也爱。十架道路第八站被钉。路加福音23:33-34，到了一个地方名叫竹牢地，就在那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又钉了两个犯人，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兵丁就尖钩分他的衣服。我们的默想是，朋友，你能不能够想象钉十字架是怎样的滋味啊？盈利拉直了只手，在木上按紧手腕，将钉刺穿肉，然后拿起沉重的铁锤用力敲打，直到手被钉穿，疼痛辛酸就好像火药弹在头脑里面猛然爆炸。他们又捉住另外一只手，死亡的痛苦又再另一次爆发，然后再屈起膝盖，好将个脚贴住个木杆，亦用铁锤将脚钉在十字架上。我们一起的启应，我给你们一项新命令，你们要彼此相爱，如同我爱了你们一样。主，你对我们的爱已经不惜任何牺牲，我们愿意效法你，在我们的生活环境中实践你爱人的精神，努力减轻别人在精神上及肉体上的痛苦。天父为你的恩慈怜悯我们，让我们也爱。十架道路第九站舍身。约翰福音19:28-29，这事以后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了，为要使经上的话应验，就说：我渴了。有一个器皿盛满了醋放在那里，他们就拿海蛹沾满了醋，绑在牛七草上，送到他口。我们的默想是，蜡烛若不燃点，我们不能够称它为真正的蜡烛。生命若没有牺牲和爱，这个不是一个真正的生命。耶稣基督为爱世人在十字架上死去，蜡烛却仍然发出光和热，生命此刻真正的完成了。是的，成了。十字架成了一座讲坛，在其上耶稣宣告，要保存生命的必丧掉生命，而舍掉生命的反得着生命。我们一起启应，
一粒麦子非经落地而死，只不过是一粒麦子，死了以后才会有丰盈的收获。主，藉着你的死，我们获得一个更充实有意义的生命。请你帮助我们，使我们关怀别人的生死，重视肉体和灵性的生命，使我们充分地领略生命的真意。天父为你的恩慈怜悯我们，让我们有爱。十架道路第十站，最后一站，死亡。希伯来书十章十到十四节，我们凭这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上帝，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上帝的右边坐下了。从此等候他仇敌成了他的脚凳，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我们的默想是祭献已经完成了，耶稣成了祭品，他不朽的生命在这里结束，但是另外一个新生命却在这个时期开始。教会建立在其上，我们是祂的见证，我们是祂的门徒。我们一起启认，基督死了，神的恩典远超乎人的罪，祂预备了一个有意义的生活之路，等待我们回应祂的召唤。帮助我们因你的恩典能够天天献上自己作活祭，让你使我们藉着世界、社会、家庭、长辈、仇敌，皆去服务、去爱、去生活。天父为你的恩慈怜悯我们，让我们也爱。十字架战胜了死亡，痛苦和死亡再不使人惧怕。基督虽然死了，然基督要复活，基督将要再临。主啊，让我们成为你的工具，去宣扬和平的信息，在满有憎恨的地方，让我们播种宽恕，在满有怀疑的地方，让我们播种信心，在满有退丧失意的地方，让我们播种希望，在黑暗的地方，让我们满播种光明。心愿我们不祈求他人的安慰，只求安慰他人；不祈求他人的谅解，只求谅解他人。因为在施舍中，我们有所收获。在宽恕他人的时候，我们也同时被宽恕；在丧失生命时，我们也将复活而获得永生。阿们。让我们一起祈祷。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为爱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求你让我们从今天整个崇拜里面那些景象里面，那些默想里面，那些经文里面，能够听到你亲自对我们的说话。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今天的主题，看啊，这个人是我在上星期日中之主日讲到的时候给大家看的一幅名画，是由17世纪的意大利画家 Domenico Fetti 画的。今天的主题，看啊，这个人是我在上星期日中之主日给大家看的一幅名画，是17世纪意大利画家 Domenico Fetti 画的。大家可以看看这幅的汉纳这个人，这幅的画，这幅油画呢，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油画。这幅油画改变了很多人的生命的轨迹。
这个油画呢改变了很多人的生命的轨迹。愿望呢幅油画和刚才大家看到听到的主耶稣为我们受难的情景呢，都可以改变你的生命轨迹，你的生命方向。愿望这幅画刚才我们听到看到主耶稣为我们受难的情景，也可以去改变你的生命轨迹，你的生命方向。很多时候即使是基督徒都会这样问，为什么耶稣要这么痛苦去受难啊，钉死啊，洗不洗啊？很多时候即使是基督徒我们也会问，那耶稣为什么要这么痛苦的去受难被钉死呢？需要吗？今天呢我们用三点去重新一次认识思想并回应这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今天我们用三点去重新认识一下，思考一下，回顾这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好，我们看第一点，是十字架赎罪 ransom。 好，我们先看一下第一点，十字架赎罪。马福音十章四十五节记载，当耶稣的十二个门徒在拳斗争大争做主的时候，耶稣这样说。马可福音的十章四十五节记载着，当时耶稣的十二个门徒呢，在那个权门那里呢，互相争斗要做大做主的时候呢，耶稣是这么说的：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 ，as a ransom for many。他说呢，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去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罪赎价。哇，赎价 ransom 哈，其实咧系好似恐怖分子捉咗人质要求嘅要求个赎金嚟嘅。赎价这个词呢，其实是好像恐怖分子抓了那个人质呢，要求赎金的这个价格。Timothy Keller 咧喺被钉十字架嘅王呢本书咁样话。Timothy Keller 在他的《被钉十字架的王》这本书里面是这么说的：耶稣来到世上就是要为了要付这一种的赎金。耶稣来到这个世界就是要为了付这个赎金。不过由于他要处理的是庞大宇宙级的邪恶奴隶行为 Cosmic Evil Slavery， 因此需要付上宇宙级的赎金。不过呢，因为他要处理的是一个庞大宇宙级的邪恶奴隶行为，因此需要付上的赎金是宇宙级的赎金。耶稣要对我们说的是，我将要付的赎金是你们不可能支付的，是能够使到你们得自由的。耶稣对我们讲的是，我要付的赎金呢，是不能够，你们是不能够支付的，使你们能够得自由的。耶稣所付的就是他在十字架上的死亡，这个是 Timothy Keller 说的。哇，听了呢，使得我的心很痛很痛。耶稣所付的就是他在十字架上的死亡，这是 Timothy Keller 讲的，我听了以后心里面很疼。以色列人呢，原本已经出了埃及的了，不再被埃及王和其他的神 去操控奴役的了，但是他们竟然间反叛神的命令，自我作主作王了1500年。以色列原来呢已经出了埃及了，不再被埃及王其他的神呢去操控做奴隶的了，但是他们居然还是反叛神的命令，做主作王了1500年。神差遣无数的先知来，那些王和以色列人呢仍然自我作主作王，不悔改回转。神呢其实差遣了无数的先知来，那些王以色列人呢仍然自我做主做王，不悔改。耶稣来到这个世界已经2000年了，但人现在仍然是要自我作主作王。耶稣来了这世界已经2000年了，但人仍然是自我做主做王。很多人做了基督徒，但仍然要自我作主作王。即使是我们做基督徒的，仍然要做主做王。耶稣是主啊，耶稣是一家之主啊！哇，得个讲字嘅啫。耶稣是主，耶稣是一家之主，看上去只是一个空话。好可惜咧，可怜嘅世人唔知道咧，喺一个国家唔俾国王或者个领导话事咧，自立为王咧，系叛国罪嚟噶，刑罚系死刑嚟噶。
可惜可怜的世人不知道，在一个国家里面不让国王领袖讲话的时候，自立为王的罪呢，是叛国的罪，是那个罪罚是死刑来的。这个就是耶稣为什么要这么痛苦的去受难钉死，他要来为你为我去付这个宇宙级的赎金啊。这就是耶稣为什么要来这样受苦去被钉死，他来是为你为我付出这宇宙级的赎金。上星期四月二号，当我读到亲亲巴父在申命记21章23到22到23节的经文的时候，上个星期四四月二号，当我读到亲亲巴父的生命记的经文21章22到23节的经文的时候，人若犯该死的罪被治死了，你将他挂在木头上。经文是这么说的，人若犯死罪的该死的罪被治死的，你将他挂在木头上。他的尸首不可留在木头上过夜，必要当日将他葬埋，免得玷污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之地。他的尸首呢是不可留在木头上过夜，必须当日将他葬埋，免得沾污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之地。因为被挂的人是在神面前受咒诅的。因为被挂的人是在神面前受诅咒的。我记得当时我在大喊。我记得那时候我在大哭啊。停不到我的眼泪。眼泪停不住。因为感到耶稣对我说，你是当挂在十字架上死去的人，在神面前受咒诅的人是你。我感受得到是耶稣对我说，你才是那个当挂在十字架上去死的那个人，在神面前受诅咒的那个人的是你。但我为你挂在十字上死去，我为你受咒诅。可现在是我为你挂在十字架上去死，成为你为你受的诅咒。好痛啊，大家明不明？很疼，心很疼啊，大家明白吗？这个就是赎罪 a ransom 的意义了。这个就是赎罪 ransom 的意义。第二点，十字架代罪 a substitution。第二点，十字架代罪。史道德牧师 John Stott 在《The Cross of Christ》当代基督十字架这本书这样说。使徒德牧师 John Stott 在他的书本《The Cross of Christ》上这么说的。神怎样能够同时以审判表达圣洁，又以宽恕表达爱呢？神怎么可能同时以审判表达圣洁，又以宽恕表达爱呢？只有一个途径，就是神为罪人预备代替者，使代替者承受审判，而罪人领受赦免。只有一个途径，就是神为罪人预备代罪者，代替者使代替者承受惩罚，而罪人得以赦免。 Timothy Keller 在《被钉十字架的王》这本书这样说。Timothy Keller 在他的书《被钉十字架的王》你这么说，不是上帝的爱不够，所以耶稣还需要死。不是上帝的爱不够，所以耶稣还是需要死。正是因为上帝对我们的爱，所以耶稣必须死。是因为上帝对我们的爱，所以耶稣才必须死。而且一定要以这样的方式。而且一定要以这种方式。因为所有能够改变生命的爱都是替代性的牺牲。因为所有能够改变生命的爱都是替代性的牺牲。哇，我觉得这句很犀利，所以我要再讲多次。我觉得这句 很厉害，我要重新一遍。因为所有能够改变生命的爱都是替代性的牺牲。因为所有能够改变生命的爱都是替代性的牺牲。
大家现在明不明白耶稣为什么为我们代罪啊？现在大家明白吗？耶稣为什么要为我们代罪吗？第三点，十字架赦罪。第三点，十字架赦罪。巴克博士 Dr. J.I. Packer 在 What Did the Cross Achieve? 十字架成就了什么这本书说，巴克博士在他的书《十字架成就了什么》这本书里面是这么说的：耶稣基督，我们的主，因着大爱定义，愿为拯救我们作一切必要的事。耶稣基督，我们的主，因着大爱定义，愿为拯救我们做一切必须的事。因此他全然承受了神毁灭性的审判，就是我们原先无从逃避注定要面对的。因此呢，他全然的承受了神毁灭性的审判，就是我们原来应该是无从逃避注定要面对的。藉此他为我们得着赦免、义子的名分和荣耀。即使呢，他为我们得着赦免，得了儿子的名分及荣耀。哦，原来主为我们的赎罪、代罪和赦罪，是使我们能够得回神的儿子、神的女儿的名分，更加得着荣耀。原来主是为我们赎罪、代罪及赦罪，是为我们能够得回主神的儿子、神的女儿的名分，更要得着荣耀。咩荣耀啊？什么荣耀啊？你知唔知耶稣最荣耀嗰刻，就系佢喺十字架上死去嗰刻。你有没有想过，耶稣最荣耀的一刻，就是他在十字架上死的那一刻？士徒德牧师 John Stott 佢喺《The Cross of Christ》当代基督十字架呢本书咁样话。史徒德牧师在他的书本《当代基督十字架》里这么说：十字架乃是赢得胜利，而复活只是证实、宣扬、彰显这个胜利。十字架乃是赢得胜利，而复活只是见证、宣扬、彰显这个胜利。你知不知道你生命最荣耀的一刻，就是你愿意为主背起你的十字架那一刻？你知不知道你的生命最荣耀的那一刻，就是你愿意为主背起你的十字架的那一刻，为主钉死你的罪在十字架上那一刻，为主钉死你的罪在十字架上的那一刻，为主牺牲你最不想付出的那一刻，为主牺牲你最不愿意付出的那一刻。好了，第四点，是到你的十字架、我的十字架了，就是看啊，这个人。第四点就是你的十字架、我的十字架，看啊，这个人。Timothy Keller 的《被钉十字架的王》这本书分享到一件很感人的事啊。Timothy Keller 在他的书《被钉十字架王》的这本书里面分享了一个很感人的故事。十七世纪的意大利画家Domenico Fetti 所画的汉娜这个人改变了很多人的生命轨迹。刚才我们看过这幅画，现在我们再看看这个Ecce Homo。十七世纪的意大利画家，我们看到刚才这个 Domenico Fetti 的画的那看了这个人的这幅名画，是改变了很多人的生命的轨迹。我们再仔细看一下。我们再看多次这幅的油画。我们再看多一遍这幅油画。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生命改变是十八世纪德国的岑多夫伯爵Count Nicholas von Zinzendorf。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十八世纪德国的岑多夫伯爵。我们现在看看这个伯爵他的相片、油画。我们先看一下这个伯爵的油画。那时候没有相片，是不是？那时候没有照片。
他呢是出生在财雄世大的名门望族，19岁的时候呢在德国 Dutzendorf 美术馆呢第一次看到这幅油画，他的目光呢没有办法在这个油画移开。他呢出生在一个财雄世大的一个 名门、望族，19岁的时候呢在德国、的一个美术馆里面第一次看到这幅油画的话的时候呢，他的眼光是没有办法从这油画里面挪开。耶稣带着荆棘冠冕受苦的画像深深触动了这个富豪的心。耶稣带着荆棘冠冕受苦的这个图画呢，深深地感动了这位富豪的心。他再看看油画的下面用拉丁文写着的字的。他看了一下这油画底下还有一些拉丁文写的一些字。英文是这样， This have I suffered for you, now what will you do for me? 拉丁文是 Ego prote hec passusum, tu vero quid feciti pro me, 所有这一切我为你做了，你为我做了什么事啊？这个文字的那个意思呢，中文就是所有这一切我为你做了，你为我做了什么？结果呢为他受难的主耶稣呢藉着这个看啊这个人这幅的油画改变了他生命的轨迹了。结果呢为他受难的主耶稣急着看了这幅画呢改变了他的生命轨迹。我们再看这个 Ecce Homo, 看啊这个人这幅的油画。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看了这个人的这个油画。他为慈善事工和教会啊他散尽了他所有的家财。他为了慈善事工呢及教会呢散尽了他的家财。他成为德国最早期的一个基督教宗派 Moravian Church 的两个主教其中一个主教，他做了主教并带来一个很大的复兴。他成为德国最早期的一个基督教的宗派两个主教当中的一个，而且是带来一个很大的复兴。他们呢被圣灵充满，好像圣灵降临日这样呢，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复兴，兴起了一个连续100年不间断每日24小时祷告的运动，是100年不间断24小时。他被圣灵充满了，就蛮有被圣灵充满 那个复兴的那个时刻一样，兴起了一个连续100多年不断的每天24小时祷告的这个运动，是100多年。更成为德国第一个向外派出宣教士的宗派，更成为了德国第一个外派出宣教士的一个宗派。好了，现在呢请你很细心的凝视好像昔日这个白雀咁凝视这幅的油画，看啊这个人，我们看看为我们受苦的耶稣。现在让我们仔细的凝视一下这幅油画，是像当初那个伯爵凝视这图画一样，看一下这个看了这个人，我们有一刻的安静去看这幅的油画，让主耶稣藉这幅画对我们说话。我们有一个安静的一刻欣赏一下这幅画，看耶稣跟我们讲一些什么话语。在整个世界被新冠肺炎掳劫了并劳役受苦受难的我们，在现在整个世界被这个新冠肺炎掳掠了而且受劳役受难的这个苦难的这个时刻，愿望我们为了我们受难的主耶稣藉着这幅画和刚才大家看到听到主为我们受难受苦的情景，愿望我们受难看了这个受难主耶稣的这个油画，跟刚才我们看到听到的受难的这个情境，去改变你现时的心境，甚至你将来的生命轨迹，你的生命方向，去改变你现实的心境，甚至是你将来的生命的轨迹，你生命的方向。主耶稣在现在正如在300多年前对这个白雀这样说， 主耶稣呢现在就正如他当初300多年前对这个伯爵讲话一样，所有这一切
我为你做咗啦，你为我做啲咩嘢咧？主耶稣是对你说，所有这一切我为你做了，你为我做了什么呢？上你的宝血流，因你变伤，我得医治。除掉咒诅，解开捆绑枷锁，让我再次得自由。十架上你牺牲舍命，你暴血洗净我罪，除掉咒诅，夺去心中羞愧，让我再洁白如雪。十架大爱能遮盖罪人，十架大爱打开万字，十架大爱带我到上帝无阻隔，令我领受主心恩。十架上你的宝血流，因你变伤，我得医治。除掉咒诅，解开捆绑枷锁，让我再次得自由。十架上你牺牲舍命，你宝血洗净我罪，除掉咒诅，夺去心中羞愧，让我再洁白如雪。十架大爱能遮盖罪人，十架大爱打开万字，十架大爱带我到上帝无阻隔，让我领受主心恩。十架大爱，十架大爱能遮盖罪人，十架大爱打开万字，十架大爱带我到上帝无阻隔，让我领受主心恩。全献我身心敬拜你。让我们领受上帝的祝福，愿天父厚厚的爱拥抱你，愿耶稣基督的光让你从黑暗里面得着光明，可以看见，让圣灵充满你，给新的恩膏你，使你可以
在这个世界是被灾难所缠绕的里面，可以得着释放，亦都带领更多的人得着释放。又愿全能的上帝圣父、圣子、圣灵赐福过你们，保护你们，从今日直到永远。阿们。阿们。愿祝福大家，祝福大家。我们复活日的崇拜是八点半朝头早和十二点钟 live streaming， 之后大家可以看回我们的录影。